What makes you blush?是邻居 Sylvia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用2018年 NARS 的新品来完成这个高潮妆容。首先用 YSL 的超模粉底液，我的色号是20号。它呈现的感觉是比较属于光泽感的底妆。接着使用 Tarte 的遮瑕膏来提亮我的眼下和 T 字部位。鼻翼两侧的泛红，还有一些脸上的痘疤，也可以用这瓶遮瑕膏来遮瑕。用 RCMA 的蜜粉定妆完之后，就可以来画眉毛咯。我用的是 Excel 的眉笔，先把毛流梳顺之后，从眉峰的地方开始描绘，然后我会有一点拉长眉尾，再轻轻的带到眉头，用直立的方式描绘出毛流感。同样用 Excel 的眉粉，用最深的两个颜色来晕染在眉尾的地方。最后再用眉胶来将眉毛定型。眼妆的部分，一开始我用 NARS 的高潮粉来当做眼窝的打底，它的光泽感是玫瑰金带有点棕色调的感觉。我用 Threader 12号腮红色当作眼尾的晕染色，晕染在眼尾的后三分之一处，接着用 NARS 的近光唇釉高潮色叠加在上眼皮的前三分之一处，创造出油亮的感觉，再拿出 NARS 最经典的高潮腮红叠加在上眼皮的中间处，它会呈现一种粉红色却带有一点金闪的光泽感。下眼尾用刚刚的棕色晕染，眼头则是使用亮彩粉来提亮，并且延伸到下眼头，用 Kiss Me 的眼线笔描绘出一条微上扬的眼线。夹翘睫毛，刷上睫毛膏，眼妆就完成咯。修容粉我用的是 CanMake 比较深的修容，在两颊还有腮帮子跟颧骨的部分做阴影处的加强，打一点鼻影让鼻子更立体。先用 NARS 的高潮色腮红大范围的晕染你的两颊，因为我想要呈现的光泽感跟粉嫩感多一些，所以我会来回的叠加很多次，并且把一点点余粉带到鼻头，再用亮彩粉在颧骨跟眉骨处做打亮，也带到鼻头，让鼻头呈现一个光泽感。一开始我先用 NARS 的嫩唇膏当做唇部的打底，里面带有很细致的金色珠光，可是上唇之后就不那么明显，它会随着你的体温而有变色的效果。接着再叠加近光唇釉，它的光泽感比较偏金属光泽。涂满嘴唇之后，我会用手指刻意的把唇膏晕开，比我原本的唇线还要往外晕染，并且在唇中央沾一点点亮彩粉。今天的妆容就完成啦！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点个喜欢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下次见，拜！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你可以到 Facebook 找我玩哦。